那个显示权限之后，我们用 套索工具，使用多边形套索工具，然后把你要的区域圈起来。圈的越精细的话，它的效果越好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所要的区域圈起来。粗略的做一下。当然是越精细越好。圈起来了之后，我们找选取，修改，羽化。那一般我都用，因为这个像素很大，我大概用个30，布置。好，对，之后贴上，看到这边有一个背景，第一个图层，我们点一页，那我们改成在影像当中。我们找调整，找到黑白，然后确定，之后我们再到滤镜，找模糊，高斯模糊，那看着你自己要的大小，那因为这个像素蛮高的，所以我用了3点。或者用5，你确定之后，再把第一组成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光线，亮度及对比，亮度调高一点，确定之后，我们再按。图层合并可见图层之后，我们再另存新档，记得按 JPG 这个档案，我们给这个档取个名。叫2010-03-04-0-2，按存档，确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黑白与彩色的对比。